欢迎收看107年11月20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左南选区市议员政见发表会上，五位老将有连任压力，提出扎实政见；13位新秀则力争上游，扩大关怀触角；18人要抢8个议员席次，竞争相当激烈。今年全民运动会，高雄市代表队表现优异，代理市长许立明颁发体育奖助金及联霸专案奖金，共1100多万，并感谢教练和市府运发局的努力与付出。高雄客家婚礼及客家宴18号在新客家文化园区广场浪漫举行，由代理市长许立明等人一同为50对佳偶证婚，更祝福佳偶永结同心，期盼他们快快增添传家宝。首先看到高雄市议员选举今天进行第4选区左营男子选区的政见发表会，由于这次共有3位现任议员不争取连任，减轻了5位老将竞选连任的压力，不过他们还是把握机会提出男子铁路地下化、空屋、青年就业和产业转型等政见，希望选民继续支持。左南选区竞争激烈，5位老将都出席政见发表会，其中国民党的3位老将分别针对男子铁路地下化、老幼生养教育以及青年就业、产业转型等议题提出政见。所以人口越来越少，我们国家安全就会越来越危险，所以我希望提高生育补助、增设公立托育，然后跟非营利幼儿园，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未来在出了社会，他们的工作是可以有他们就业的机会的，而且可以脱离现在目前我们高雄市的一个传统产业的一个低薪环境。说如果未来能够因应中油退场之后，然后能够铁路地下化的话，那我们可以希望它延伸到我们的南子来，然后来把改善我们旧部落跟新社区的缝合的问题。另外民进党的2位老将分别针对工厂空屋和下一代的生养托育等议题提出政见。所以我希望用我的环保专业来替大家争气，那所以我第一条政见也是我最重要的政见，我提出来，我会推动跟监督市政府来做减量工作，在未来的4年能够减少20%的空气污染。除了对于小孩的幼儿园的环境，针对公托非营利或私立幼儿园做一个给家长的建议之外，那对于高雄的产业发展，我们也是非常的关心。少了3位现任议员争取连任，5位老将还是得面临更多新人甚至同党议员候选人分食选票，争取连任之路也不轻松。港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左南选区除了5位老将争取连任之外，另外还有13位新秀也虎视眈眈的要一起角逐8个议员席次，竞争相当激烈。因此，新秀们也提出要新建运动中心、重视眷村保存和中油厂区再利用等政见，希望在激烈的选战中吸引选民的目光。左南选区的新秀候选人都各有来头，有的有议员父亲的背书，有的有党籍立委的支持，更有在中央党部担任党职，对选区事务和城市发展了解颇深。如果我们铁路地下化可以顺利的从左营段延伸到南子段，那就可以顺利一并的来将我们的南子火车站来做一个升级跟改善的一个方向。3大核心还有8大爱心，其实8大爱心主要都是以妈妈的观点来设计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都是我们最贴近生活的一些政策面。运动的习惯应该是从小就去养成，所以应该是从小就有一个专属他们小朋友的一个体能的运动中心，就是炼油厂55公顷闲置的行政区，把它活化为人工智慧的硬体产业园区，让国际品牌能够进来并购，让我们整体的薪资可以比照外商的薪资整个拉抬起来。另外，其他党派推荐和无党身份参选的候选人也是有备而来，关怀的触角更是广泛。左营眷村文化的发展，这也是一个未来观光景点，一个可以造成一个很高的收入哦。我的目标是要把健康带到城市，但这不只是在医疗层面，包含在交通、长照，还有我们整个绿化环境、空污减量，这都是在健康城市中的一环。我们的社会真的可以真正看见儿童的需求，去理解孩子的特质。那在公园，在所有的建设上，可以试着用儿童，以儿童为本位，
来去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建设。左南选区18抢8，空出5位老将，等于13位新人要争抢三席。老将虽然有优势，但也难保不会中箭落马。新秀们只有加倍努力，力求表现，才能够抢占一席之地。港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代理市长许立明今天在市政会议上颁发今年全民运动会高雄市代表队的体育奖助金及建立联霸专案奖金，共1100多万元。徐立明除了肯定所有选手的优异表现之外，更感谢教练、高雄市体育会以及市府运动发展局的付出和努力。107年全民运动会高雄市代表队以26金31银33铜排名全国第4，表现相当优异。20号上午，代理市长许立明在市政会议上颁给全体获奖选手1100多万，给予鼓励。好，那我们可以看。徐立明除了肯定所有选手的优异表现之外，更感谢教练团、高雄市体育会以及运动发展局的努力及付出。特别在这个我们运动发展局成立之后，来年能够获得更加的这个成绩，那在这边真的也是非常感谢所有的选手、教练，那所有的这个协会大家共同的这个努力，那也恭喜我们所有的这个选手跟教练能够获奖。除了颁发体育奖助金之外，建立男子选手谢宗廷及女子选手周怡努分别缔造10连霸及7连霸的杰出成绩，市府特别破例专案颁给两人分别175000元以及10万元的连霸奖金。周怡努选手经过不让区长的相关努力，成绩变成了10连霸。10连霸就是很开心啊，也是先要感谢那个高雄市政府大力的支持。也让我们有那个训练的地方，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这样子就是一个坚持，对，然后就是不服输的精神才会走到现在。那随着就是7连霸，其实有时候主要是靠努力，但是有时候需要我们的团队，就是教练选手的帮助，然后才会就是让我在比赛场上，对，可以无后顾之忧。所以我更感谢后面的就是我们的教练团还有选手们的帮忙，在成绩上他们的提升，这是要感谢市政府的，那要感谢我们所有选手。而且今天接受表扬的两位选手都是长期以来一个是10连霸，一个是7连霸，我想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能够一直保持下去了。期待我们即将接近的明年的全国运动会能够继续呢有好的成绩来为高雄市来争取最佳的光荣。选手感谢教练平日的严格教导，许立明除了给予他们实质鼓励之外，也期许运动发展局、教育局及体育会能够持续携手合作，强化选手优质培育以及照顾的资源及环境，提升高雄竞技的运动实力。港都新闻王思武、林庭阳采访报道。您看过传统客家的迎亲婚礼吗？高雄客家婚礼及客家宴18号在新客家文化园区广场浪漫举行，由代理市长许立明和行政院客委会主委一同为50对佳偶证婚，新人们进行夫妻对拜、插头花、拾新娘茶等古礼仪式，现场喜气洋洋。许立明更祝福佳偶永结同心，并且期盼他们快快增添传家宝。新人们穿着客家传统蓝衫礼服，一起向台下亲友拜高堂。这么喜气的场景是在新客家文化园区浪漫举行的客家宴，由代理市长许立明及行政院客委会主委一同为50对客家佳偶证婚，祝福新人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真的就是带着满满祝福的心，然后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新人都能够永结同心、白头偕老。夫妻对拜时，脸上羞涩和幸福的表情藏也藏不住，让台下许多亲友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这一刻。随后进行了鼓礼，像是插头花、拾新娘茶，都是让新娘能认识夫家长辈的传统仪式。而代理市长许立明也开心喝下新人奉的茶，并献上红包，期盼新人快添传家宝。高雄市有一个传统，一定要维持下去，只要是市长来扶正的这个婚礼，这个新人都一定要早生贵子，而且要多生几个，这一个训示一定要记住。那为我们所有的客家的家庭，其实
赶快添个传家宝。许立明表示，高雄为尊重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城市，客家文化蕴含淳朴且细腻的美感。他感谢行政院客委会长期用心支持客家文化的流传，并期盼将客家文化保存在实际生活、产业及社区当中。港都新闻林天阳、萧雅欣采访报道。为了拉近音乐和学生的距离，由企业结合狮子会等民间社团赞助经费，邀请管弦乐团巡回到高雄八所学校演出。活动中还穿插互动体验游戏，让小朋友体验实际操作乐器的乐趣。首场来到前镇区的光华国校，受到全体师生热烈的欢迎。小朋友聚精会神地看着舞台上的表演，随着剧情的变化，情绪也跟着高昂。会让小朋友这么开心的表演，是来自名为塔拉喇叭团的音乐喜剧演出。清一色的大男孩透过逗趣的肢体和音乐的结合，让小朋友进入表演艺术的缤纷世界。我们有一个情境剧，它是叫做是谁在闹，那像我们今天的搭配就是他在闹，这样就是在视觉上已经很明显了。那当然在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加入使用的歌曲都是比较通俗，他们比较常听过的，那当然就是讲上很多笑话，配上台词，配上肢体语言，所以我想应该有达成共鸣，大家看得很开心这样。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乐团能巡回到各校进行演出，相关的经费是由民间企业和公益社团赞助，希望多鼓励孩子接触音乐，培养气质，启发更多的学习动力。我们希望能够由小地方做起嘛，然后来带动，让孩子在这种氛围，在这种艺术，艺术像静态的啊，动态的，像我们这个音乐嘛，陶冶之下啊，能够身心灵健康，让孩子具备多元智慧，更有竞争力。我想这是所创的一个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想是大家觉得蛮新鲜的哈。那我想，很多师友也愿意来共襄盛举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活动中也让孩子们上台体验音律馆的操作，并且跟着大哥哥们一起合奏国际知名曲《小星星》，为活动掀起另一波高潮。今天的表演喜不喜欢？喜欢！谢谢塔拉喇叭团。啊，你刚刚有上去体验哦，那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很有趣，很好玩。上次就是会发出声音，我是第一次见到。巡回方式让孩子可以在第一线呢，跟传统的乐器以及新创的乐器来做结合，我想对孩子的音乐气质的培养、欣赏能力的培养以及创意的培养都非常的有帮助。这项音乐响宴计划从107年11月开始到108年3月，共将巡回大高雄八所学校。教育局希望有更多善心企业团体共襄盛举，让优质的乐团深入校园，丰富孩子的艺术教育。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港都新闻一分钟爱高雄单元，我们来听听看这两位关心高雄发展的好朋友们心目中的高雄是什么样貌。我最喜欢高雄的是什么？高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紫蝶幽谷在茂林，而且是全世界排名第一。那么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第一的美在高雄，那么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高雄的骄傲一定要好好的发挥。而紫蝶幽谷在茂林，柴山又在我们的山海之间的壮丽之美。但是柴山呢，很多人相亲上去之后发觉很多的国军驻守在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柴山化为我们高雄老百姓可以享受的圣地。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高雄的人，高雄的人淳朴可爱善良热情，跟你一样也跟我一样。我在高雄住50年，高雄是我所住过的城市里面最漂亮的、最美丽的。
因为在我职业的生涯里面，我有机会到全世界各地去游历、去考察、去看，所以我了解我的家乡是多么的美丽。高雄的山、高雄的海、高雄的河，都是其他都市比不上的。特别是高雄人的淳朴，高雄小吃的好吃。但是，除了美丽之外，这个地方有我们需要尽力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个筑巢引雀的概念，帮这个地方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待遇。接着来看到三名警分局日前连续接获两间派出所报案，表示放在饮料店柜台前的爱心零钱箱不翼而飞。警方调阅监视器，一眼就认出这名62年次的陈姓男子是地方的惯性窃贼，熟知地形，身手才会如此矫健。侦讯之后被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一名中年男子骑着脚踏车突然停在饮料店门口前，只见他走进店里，不到一会就匆忙走了出来。接着看到这台监视器画面，清楚录下男子趁着店员不注意偷走柜台的爱心零钱箱。在我们辖区的建新路跟大昌二路的冷饮店，他在柜台旁的一个零钱被歹徒偷走。那我们迅速的调阅了周遭相关的监视器，那查看到有一个犯嫌戴着口罩，那骑着脚踏车先来观察地形，那趁店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个零钱箱所窃走。原警外出巡逻，见到男子骑着脚踏车从眼前晃过，见机不可失，立刻上前盘查。你提钱拢无济啦，我相信啦，你拢提去食饭啦。窃嫌偷走的这两只爱心箱总共得手2200元。警方接获两家冷饮店报案后，调出监视器画面，一眼就认出这名62年次的陈姓男子是地方的惯性窃贼，熟知地形，身手才会如此矫健。我们带锁之后了解，该名陈姓犯嫌所称，因为他之前有腰椎受伤，那无法工作，因为欠钱又所以说就想窃取冷饮店的一个零钱来作为他的花费所用。尽管嫌犯是因为生活困难才会下手行窃冷饮店的爱心箱，不过偷取他人爱心占为己有还是相当不可取，最后陈姓男子讯后被依窃盗罪嫌移送法办。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IFBC 国际美容艺术大赛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半彩妆美甲美睫比赛，每年都吸引各国好手同台较劲，竞争相当激烈。今年中山工商美容科的学生呢，在比赛中脱颖而出，一口气拿下5面金牌，表现十分亮眼。模特脸上如花般的美丽彩妆，创意新潮的头发造型，都是出自于中山工商的金牌好手之手。今年在韩国举行的第13届 IFBC 国际美容艺术大赛，中山工商美容科的学生勇夺5面金牌，成绩亮眼。有4位同学能够获得5面金牌，比去年呢又多了2面金牌呢，我想可以看出来，老师跟学生呢都很努力，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美容技术的水准在亚洲地区呢，可以讲是水准之上了。这些孩子真的很不简单，因为他们所有的旅费都是自己筹措，没有向家里面拿任何一毛钱，然后在之前就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去到韩国是势必要的金牌。金牌得主中，其中一位学生蔡云杰，他一人就夺得创意染发设计、时尚创意剪发双面金牌。其实他从护理科转到美容科后，一开始并不受家人支持，直到这次拿下亮眼成绩，家人才看见并肯定他的努力。很开心啊，因为他们也没有想过我会走这一行，就是因为一开始不支持嘛，但是看到我这么付出努力，这么多时间，对他们都有看在眼里，所以就得到金牌，他们也蛮开心。得奖了，回来的时候，他们来跟我说：“老师，谢谢你，要不是今天你这样子对我们的严格的要求，那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从他们的没自信到他们的自信，对，这是我觉得蛮让我觉得很欣慰的地方。
FBC 国际大赛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扮彩妆美甲美睫比赛，每年都吸引来自台湾、韩国、中国等超过3000位的各国好手同场较劲。在竞争激烈之下，高雄中山工商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拿下佳绩，实在很不简单。港都新闻综合报道。一名69岁的徐老先生视力模糊到诊所求诊，他以为是白内障，转到大医院检查后才发现眼压高达30毫米汞柱，被诊断为白内障合并慢性鱼角闭锁型青光眼，左眼视神经已经萎缩，如果再延迟半年就医恐怕就会失明。经过青光眼和白内障手术，双眼视力达到 1.0， 现在不用戴眼镜看报纸也没有问题。年纪大了，眼睛难免出现毛病。这位69岁的许贝贝不久前感到视力模糊，在小诊所检查出白内障，不过点了眼药水却不见改善，进而转往大医院，才发现眼压高达30毫米汞柱，更引发青光眼。所幸及时开刀治疗，才得到控制。说我的眼睛好像有白内障啊，我跟你配个眼镜啊，就是哪个眼药水回去点，它就会改善。结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常常说青光眼是视力的隐形的杀手，就是他在不知不觉中视神经已经开始萎缩掉。那徐先生的案例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他再晚一点来，他可能另外一眼的视神经也会开始受到损害。由于徐贝贝是鱼角闭锁型的青光眼，进行的是飞秒雷射手术，透过雷射光极快的速度在眼睛虹膜上打小洞，让前方水液流出，更换人工水晶体，现在不但不用点眼药水，不戴眼镜看报纸也没问题。你之前是在那个小诊所，他没有这种仪器，不知道我的眼压那么高，就要拿眼药水给我点，啊，就是越来越模糊。啊，现在手术之后，就是算那个视力有1.0的。是让白内障的手术伤口切割得更完整，然后更精准，然后让高阶水晶体的功用能够发挥得更好。那对于一些角膜有问题的病人，或者是尤其角膜内皮细胞有问题的病人，或者是水晶体本身构造不稳定的病人，也可以增加手术的安全性。另外，眼科医师提醒，慢性青光眼不容易自己察觉，要是出现视力模糊、眼睛痛、头晕等症状，还是要尽速就医，避免病情恶化。港都新闻王思武、罗少君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度到31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度到30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0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气温17度到28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这几年来会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传承落去。这支牛线表现出来，唔干那是力量，嘛有真水的表达，予咱尊师重道，立礼仪，立廉耻。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苦力。袂歹，一步一趋。一卡一力，阮做伙来用心发现上水的你。每礼拜四下午九点，请准时收看上水的你。